Hello， 各位球迷好，我是小主播怡景。今天依然是我们的五月粉红季哦。早上的时候虽然有下一场大雨，不过你看现在天气超好的，一定要来看棒球哦。而且五点半的时候啊 ，Uni Girl 会在外面跟大家做见面。然后如果想要跟 Uni Girl 拍照的球迷们呢，可以去外面跟他们合照哦。还有啊，赛前的时候我有一段表演要送给大家，所以我要去准备了，敬请期待。